2月5日，傅云博在微博上晒出女儿脚丫照，公布女儿产女喜讯。2月正式升级为父母。记者获悉，颖儿2月3日晚生下女儿，重6斤1两。随后颖儿也评论道：“三个人的世界不大，但刚刚好，言辞之间满是幸福。”2017年8月30日，网曝傅云博与颖儿现身西安民政局领证结婚。当天西安下着毛毛细雨，两人构成一把伞，口罩遮面，打扮相当低调。两人头家人一起来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相关手续。12月12日12点12分，颖儿在微博发文感谢宝贝的到来，今年最好的生日礼物，公布怀孕喜讯。随后傅云博立即转发：“生日快乐，从今天起我有两个宝贝了，一起祝福两人的爱情结晶吧。”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